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如这个图了哈，这是一个平行四边形，那这个是六，啊这个角度是60度，那么他问哈，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A 等于多少？啊这怎么做哈？这我先要把它的高算出来，高是多少哈？这60度嘛，所以是30度，这是一比二比根号3的。哦，那这一段的话呢是3嘛，好像是1比2，这段3，这个是根号3嘛，这个是它的根号3倍，所以这一段呢是等于3根号3，所以面积哈就是底是8嘛，底乘高，高是3根号3的，哦，这是平行四边形嘛，底乘高3824，24根号3，哦，这是第一小题。那第二小题多少呢？第二小题它要求这个对角线 BD 啊，那 BD 怎么求？我就把这个三角形的话补到这里来，补到这里来，我这个三角形是由这个三角形补过来，那这个高的话呢是3根号3，那这个的话呢是3，那补过来以后的话，这个变成一个直角三角形。哦，那这个的话等于多少？是8加3就11啊，啊这是3根号3，那我就可以求出斜边的长度 ，BD 的平方啊，哦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是11的平方，再加多少？3根号3的平方，这是121，啊加上多少呢？9327啊，所以是148。好，那这样 BD 呢就开根号，148等于多少呢？除以4，4 32 28 47 28，还是4乘以多少哈？148除以4，43 12 28 47 28，43 12，所以是乘以37。那开根号以后，2开根号是2，啊37开根号37，所以 BD 就等于2根号37。